直播吧。8月8日讯，北京时间2018年8月8日8点整，国际冠军杯北美赛区迎来今夏最后一场比赛，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对阵意甲老牌劲旅罗马。上半场贝尔助攻，埃塞西奥闪电破门，随后贝尔再下一城。下半场维尼修斯打门制造威胁，斯特罗曼扳回一球，双方均做出大幅度轮换，最终皇马2-1战胜罗马。在此前的两场国际冠军杯中，皇马一胜一负，3-1战胜尤文图斯，1-2不敌曼联。罗马同样取得一胜一负的战绩，4-2击败巴萨，1-4负于热刺。阵容方面，贝尔、本泽马首发，沙拉维、哲科先发出场。随着主裁一声哨响，全场比赛正式开始。开场不到两分钟，皇马取得梦幻开局，右路贝尔外脚背斜传，埃塞西奥前插禁区，单刀面对门将，轻松将球打进。皇马1-0罗马。第7分钟，左侧克罗斯直塞禁区，贝尔近插的球打门，可惜越位在先。一分钟后，德罗西断球给到禁区弧处，哲科一脚劲射被纳瓦斯扑出。第15分钟，皇马再下一城，贾瓦哈尔后场长传，前场右路贝尔的球，内切后换开角度左脚低射，皮球滚入网窝，皇马2-0罗马。第19分钟，禁区弧顶处哲科强行起左脚打门，被防守人挡出边线。一分钟后，弗洛伦起右路传中，纳瓦斯扑球脱手，随后将球抱住。第21分钟，科拉罗夫左路起脚传中，禁区右侧弗洛伦旗杆上爆射，球打高了。第26分钟，中路哲科斜传左边路，科拉罗夫插上左脚传中，球被挡了一下，纳瓦斯将球没收。两分钟后，前场右路贝尔的球加速送一记直塞，禁区内被弗洛伦旗挡了一下，随后被奥罗尔森没收。第35分钟，本泽马弧顶拿球，一脚抽射可惜被门将扑出。第37分钟，皇马险些扩大比分，禁区右侧贾瓦哈尔传中，埃塞西奥禁区内爆射，可惜被挡出，皇马球员投诉对方手球，裁判没有理会。第42分钟，萨奇奥后场传球失误，塞巴略斯拦截带到禁区弧，右脚打门，球弹地后稍稍偏处立住。一分钟后，左路伊斯科带球横敲禁区弧，贝尔左脚的地平球推射，球被奥尔森没收。上半场比赛结束，皇马暂时2-0领先罗马。下半场比赛开始，第49分钟，塞巴略斯拉拜格拉罗夫吃到黄牌。第56分钟，皇马做出换人调整，巴斯克斯替下贝尔，马约拉尔换下本泽马，维尼修斯换下埃塞西奥。第58分钟，前场中路塞巴略斯连续的盘带杀到禁区，球被解围出来。第60分钟，纳乔加速带到前场，交给禁区弧维尼修斯，直接右脚错射，稍稍偏处立住。第62分钟，哲科断球斜传禁区左侧，克鲁伊维特下底传中，被贾瓦哈尔挡出底线。随后罗马也做出大幅度人员调整。第68分钟，科拉罗夫开出左侧角球，禁区内的头球被挡出，外围佩莱格里尼跟上射门被挡出。第76分钟，摆来佩莱格里尼的球直接爆射，球高出横梁。第79分钟，罗马左路任意球开出，禁区内西克头球攻门，球稍稍偏出立住。第83分钟，罗马扳回一球，边线球丢进禁区，前点西克头球后蹭，后点斯特罗曼无人盯防，低平球推射破门，皇马2-1罗马。第85分钟，大禁区左侧斯特罗曼起左脚打门，球偏出立住。第87分钟，前场左路托马斯横呆一步，起脚远射，就打飞了。两分钟补时结束，双方再无建树，最终皇马2-1战胜罗马。双方比赛阵容，皇马出场阵容：1纳瓦斯、
29塞尔基奥雷吉隆第71分钟39和塞莱昂斯拉莫斯第46分钟32哈维尔桑切斯6奈乔第82分钟26的托马斯2贾拉哈尔第71分钟31塞尔西奥洛佩斯巴特罗斯第46分钟18略伦特24塞巴略斯第71分钟30略厄德高22伊斯克第56分钟费德里克巴尔维德20埃森西奥第57分钟28维尼修斯11贝尔第56分钟17巴斯克斯9本泽马第57分钟21马约拉尔替补位出场3巴列霍13恰西利亚15特奥埃尔南德斯19奥德里奥索拉25卢卡齐达内27卢尼罗马出场阵容1223第46分钟83米兰特11科拉罗夫第71分钟18桑顿15马尔塔洛第63分钟5胡安20法西奥第46分钟44马诺拉斯24弗洛伦奇第63分钟2卡尔斯多普27帕斯托雷第63分钟6斯特罗曼16德罗西第46分钟21戈纳隆4克里斯坦特第46分钟7洛伦佐佩莱格里尼8佩罗蒂第46分钟34尤斯廷克鲁伊维特92沙拉维第46分钟14希克9哲科第72分钟19乔里奇替补未出场45贾尔迪纳利63福加托三卢卡佩莱格里尼17云德尔28迪阿达